的状况，以及台南市这个教育局跟体育处呢，在这边的一个规划哈。那非常谢谢，来掌声给我们赵伟，给我们热烈的掌声。那今天还带进前来哈，感冒哈，早上打针还过来，真的非常用心认真的一位的委员哦，真的非常谢谢哈。